伊讲，先生麻烦你，咱耍了头前嘛，我车后尾车溜。啊，伊讲唔该，伊讲，嗯，迄路也毋是恁的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好，等下来我聊讲。处理员警到场了解后，表示如有涉及刑事部分，可至本所提告。你有留电话，其实大家都好讲话啊。是是是。重点就是你没留，你找不到人。啊，有些时候他又做生意又赶着出门干嘛的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，一手钝器使得出神入化，眨眼间就砸破了六面车窗。事发在新竹市，有民众开车去找朋友，却把车违停在民宅前的人行道上，一车人下车离开约15分钟时间，想不到回来的时候却发现车子被砸得乱七八糟。原来是一旁民宅的屋主当时正好要开车出门，发现出入口被挡住，汽车根本开不出去，气得他当场一个大暴走，回屋拿出钝器一连砸破挡路车的六面车窗。车主看了也很生气，直问屋主为何要砸车，明明有留下电话，或者屋主也可以找警察开单拖掉，表示要提告毁损。而屋主也反呛，是车主违停在先，他既不会赔钱也不会出庭。停放在私人住宅前下车离去，屋主因不满该车挡住出入口而毁损车窗，本所依规定受理，后续将尽速通知行为人到案，函请地检署侦办。车主事后还po文提醒其他民众，停车要避免停到暴走屋主家门前，以免爱车遭殃。